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r. Lee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健康小貼士，你的健康我为你操心。綠藻含有著一种强大的活性成分，綠藻生长因子 Cholera Growth Factor。 綠藻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推荐为21世纪人类最佳营养食品。綠藻生长因子含有大量的合金酸、合糖合酸、缺氧合糖合酸、氨基酸、肽、蛋白质和维生素，可促进细胞成长、细胞修复，促进免疫力、新陈代谢，改善酸性体质以及强化生理机能。同时呢，綠藻入面的葉綠素和纤维素是比一般的蔬果高出好几倍，自然我们排毒净化功能都会加倍。除此之外，綠藻也含有维生素 B12、 铁质、维生素 C、 抗氧化剂和其他矿物质以维生素，同时都可以与重金属结合，然而促进排毒和排辐射。请关注我 Dr. Lee， 你的健康我为你加油。